幸福的滋味吗？让我听一下幸福的掌声好不好？还有幸福的尖叫声，不够大，后面的朋友，幸福的尖叫声在哪里？耶、yeah! ！不必担心。生活是非常幸福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谢谢镇长好，还有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，咱现场所有咱苗栗在地在地朋友唱一下好不好？右边的朋友，谢谢。来，第一首刚刚就熟悉了，一起来哦。若看见我会当来完成彼段永远的梦的人情，我带来感谢你的爱我，今日有缘的安我改变，不平静的海洋声，像阮不平静的心情，你要来亲近不在眼前。给自己拍拍手，真的吗？那我们要先送小礼物吗？等一下。叹我每条街的灯芯，左边都没有一点点表现吗？就靠马吊爱的红衣，无限意默默拿起袂离。人的世界就当作无看见，偏偏水甲半是风，为着都是伊，不知为啥，夜夜加深加爱嘴笑，目睭边愈来愈乌。
才知就近你无回去。啊，无声音安尼，来啊，一起唱啊！偏偏水甲我是讲为着都是你，不知为啥夜夜加真加爱吹笑目睭边。究竟你无过去。下一首呢？有没有觉得这前奏很熟悉？有吗？我爱你，甲你安定定，谢谢。我要甲你安定定，因为惊你。心肝头，予你对人生不孤单渺渺。我要甲你安定定，不免惊惊惊艰辛，世事予人想袂晓。你需要一个行到头，我要甲你聊聊聊，予我陪你笑当头，分担你的忧，你的愁，甲你的痛，可愿心事着无？我不管，朱权最后一首歌，我一定要听到你们的歌声。来，大声一点哦！三明的世人人有情长，为在你偏偏来变卦，我心袂晓也是无尽，人生也只有一次灵魂，伤害最深。了解我，
哇，刚刚这个族群一结束，我们台下的我们的贵宾马上比一个大大的赞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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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说这个族群太长了，庆幸过了，我想再去那请好听，是赞，对对对，是超好听，非常开心可以就是邀请到我们会来到现场女神，我也很开心呢，因为其实院里呢就是一个很可爱。我应该这样形容吧，很可爱又淳朴，是，然后呢又具有人情味，没错，就是呢大家呢其实呢都是内心呢是非常的美景，对，但是呢就是会有点害羞，是，所以刚刚第一首歌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大家的害羞，哦，但是经过第二首歌了呢。大家解放了被你勾起了那个热情，被我激发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有潜力的，好不好？对，真的，对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院里人真的很可爱，真的，真的很可爱。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，今天非常的有人情味。对，金耀呢，你跟他做朋友，他一定会非常欢迎你去他家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话你跟任何人做朋友，每一个人都希望他去他家。哦，对。是，因为我也想要邀请他去我家。哎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所以是邀请我去领导家，咱湾里的好米对不？对，对不对？哦，湾里哥王继兴哈，我们的院里呢，他呢大部分很多人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务农的。是，对。我告诉你，你随便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来这边的路上？都是你几点到？你几点到？刚跨屋哈，阿妈跨不？应该跨长华了吧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因为你其实刚好你慢来了啦，不是？我怎么觉得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啊？从上周来是不是？对，欣赏我们院里美丽的景色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11月份的时候，对，我来到我们的院里，真的是非常非常，你会看到呢，这个稻米稻穗，你会觉得哇。心情好好哦，心情都开阔了。对，真的是因为平常我们的生活步调比较忙碌，比较快，对，所以其实呢，偶尔走入我们乡间，看看这个稻田，就会觉得放松心情。其实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什么嘛，对，一种开阔的感觉，疗愈的感觉，真的很疗愈啦。是，那其实呢，我们刚刚虽然听到的是我们这个佳慧的族曲，对，可是呢，我们慧玲其实也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小小的消息要跟大家说，很棒的消息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12月1号是谁的生日？12月1号又发生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假，其实是我要发专辑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发专辑的呀。因为呢，因为我为什么会刚刚就是，我想你这样突然讲，然后我想说是要宣布什么好消息？你说活动好消息不是要 get on 了？还没，我要继续唱好歌给大家。他要看媒体给，对啦。原来就是因为呢，直播的朋友也在听哈。真的，这是第一手消息，我都还没有公布。哦，就在我们院里公布了吗？因为慧玲呢，今年的最新的专辑呢，在下个月会推出。然后呢，大概有在看三立电视台八点懂不？哦，三立电视台八点懂，今麦在做叨几出？天之娇女嘛，哈，你懂在看哈？有呢，你们太厉害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从12月1号开始呢，慧玲的新歌呢会在我们三立八点档《天之娇女》的片头曲播放。片头曲播放，对，所以到时阵大家呢，那个八点准时拍开电视，听咱那个三立八点档的主题曲、片头曲都听得到外星光。哇，那没关系，如果你哪不在看《天之娇女》，不要紧，你就一样八点打开啊，听完，如果你不想看就转台。刚才这么多人都说有在看，你是哪不想？我开玩笑。我们至少欣赏一下剧情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好歌搭配好剧嘛。对，真的真的。我怕小朋友看不懂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小朋友还是可以听新歌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小朋友很厉害。对，阿公阿妈看什么，他就跟着看什么。我以为他们 always 只有看 Baby Shark。No， 现在小孩子太厉害，他们是不管是比较经典的阿妈喜欢看的剧，或者是他们喜欢看的像你讲的 Baby Shark， 就他们都 OK， 他们都 OK。但是我觉得你随便问一个，他可能说，你知道《天之娇女》演到哪里了吗？我随便跟你说。不是啊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他们现在台上站的这三位阿姨，是你们阿公阿嬷喜欢的，那你们也喜欢我们吗？喜欢，来点掌声。好，谢谢捧场。三位阿姨正吗？我刚刚是故意在有，但我有听到。有没有？就是我们院里的朋友很热情，很有人情味，他会懂得可怜我们三个。他好心酸哦，怎么越来越这样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
开玩笑。好啦，我们要持续的把好歌带给大家，难得来到我们的院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很等很久了。那今天呢，因为真的还因为新歌还没有发表，是所以呢还不是适当的时机呢，跟大家呢介绍我的新歌。是，那我相信呢，在不久的将来呢，如果还在宣传期内呢，我如果有机会再来到咱湾里哈。再来请我打给，我再来请我打给听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来不？哦，那你有爱我来不？看到我欢喜不？欢喜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首歌是什么歌曲呢？接下来呢，我就一样带来我自己的歌曲呢。这是我前几年加入豪记唱片所推出的歌曲《为 New A 把赛》，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，大家一起欣赏，谢谢。刚刚有跟大家说小礼物，哪边的朋友比较想要呢？是吗？是这边吗？还是这边？好，我们听一下尖叫声，比较公平，好不好？还有这边哦，帐篷内加帐篷外的右边，有右边的尖叫声。美赖，左边加外面的。坐在位置上的，站着的就没有，因为呢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量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推挤有小朋友，这样会比较危险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坐在位置上。等一下呢，还有除了扇子以外，还有海报，海报我们可以送比较后面一点的朋友，但是呢，大家保持坐在位置上，哼哼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再带来一首呢，也是慧琳的歌曲，就是前年的专辑的主打歌，也是我们三立八点档的主题曲《祝这多情》送给大家。